中华，快，这边快，水，快！快快快快快救火，船那边水，全部出招。想不到又来一个救人的，给我抓住他们。你喜欢陈玉，那我就让他死在这儿。还没有消息传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进沙漠看一看，你继续守在这里等消息。好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进城里看病。小六，小六，郡主，你们去哪儿了？你快去救沈玉！站住！他现在被困在沙匪窝里，十分危险。好，我去找杜知府请命。等等，这个。是沙匪探子在沙漠里的布防图，看，可以利用它来攻破沙匪窝。拿着。你干什么？我是救他的人，若不打晕他，他肯定会想进沙匪窝再救人。既然你们认识，就好好保护他。接着，郡主，给我拦住他！站，追！快！让他跑了！去那边走。二少哥，嗨，慢点。好。雷妹，快点啊！你去这边看看，其他人跟我来。那边去几个？啊？这边没有，都搜死尽了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我也没有发现。快，那边。好。后面看看。这边，往那边搜。你们几个去那边搜。诺，我说这个郡王爷真是厉害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了，我是真服了他。他就算再厉害，今日也得死在这里。诺，刘庄主。左使者来这有何吩咐？
主上有令，命马大胡子速带500人马前去小丘陵集合。去小丘陵做什么？皇帝的人来了，正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刘庄主，你为主上练兵这么久，终于到了用兵之时了。终于要开战了。怎么回事？快！少主，少主，刚刚撤退的号角是您吹的。西楚州的军队已经快攻过来了，你们立刻撤退，舍弃此地。我们的探子遍布整个沙漠，为何没有任何消息传过来？蠢货！我大老远赶过来，难道是来骗你的吗？朱丫头偷走了马大胡子的布防图，交给了东平郡王的人，他们绕过了你们的探子，立刻滚回去向老爷子禀报。多谢少主通报，我们立刻离开。朱管家，你来我这里不止一次了，次次都带着重礼啊。你救人的心我是明白的，不过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戈壁上失踪就只有一个可能，被马大胡子的人给绑了。本官已派人前去剿匪，请你静待几日，应该会有好消息传。可是这沙匪，可是什么啊？别以为本官不知道，你一边找本官跟关将军，一边又派人打听沙匪的下落，想用重金赎回你家小姐，你可知这是扰乱本官的剿匪计划啊？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啊，大人。况且现在正是剿匪的关键时刻，你若是走漏半点风声，那朱府是脱不开通匪的嫌疑。这通匪可是满门问斩的重罪。小的明白。明白就退下吧，有什么消息本官会叫人通知你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慌慌张张干什么？说。大人，关将军收到沙匪的布防图，已经出发剿匪了。什么？来迟一步，又让沙匪跑了。少爷，郡王，郡王，卑职来迟一步，还求郡王恕罪。你现在立刻去追他们，他们刚刚逃走，卑职还能追上，快去！多谢郡王，属下这就去。少爷，跟我走。诺。韩燕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少爷，我们在城门口遇见一男子，挟持郡主而来，他把郡主打晕后不知所踪，是郡主给了我们沙匪的布防图。他说少爷被困在沙匪的寨子里，情况危急，我立刻让关将军点连兵将和我赶了过来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小刘和他去了前面的驿站。好，先让他在附近待着，多派些人照顾他，别让他落入东方氏的手里。还有，别告诉他我受了重伤，免得他担心。属下明白。刚刚来了一个人，说要与皇上在小丘陵开战，我怀疑他们这次就是冲着师父去的。韩燕，你让所有的护卫现在立刻启程去小丘陵，如果看见师父，关键时刻助师父一臂之力。那少爷，你这里我没事，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扎青，韩燕，放下剑，他不是敌人。诺。退后，放下武器。诺。没事吧？
少爷。李神医，啊，不知少爷怎么样了？啊，韩统领放心，郡王伤口并不深，只是失血过多了，并无性命之忧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而已。多谢神医，不知少爷何时才能清醒？啊，老夫已为郡王施针，一个时辰后便可醒来。多谢神医。郡王殿下没事就好。韩统领，朱丫头在哪里？我能否见她一面？朱丫头，就是你们口中的郡主。这没有郡王的命令，属下不敢擅自做主。罢了，等她醒来还有好一段时间呢。没事，我先去萧监窟开开眼，待会儿再来找她。禀韩统领，西楚州知府杜大人求见，想请郡王和韩统领移居西楚州知府休养。告诉杜大人，凡事等郡王醒了再说。诺。哟，郡主醒了，这不，这是刚做好的润喉汤，您快趁热喝了吧。陈玉呢？他现在在哪儿？郡主放心，我刚刚收到韩统领传来的消息，少爷没事，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他没事就好。哎呀，妈呀，没想到郡主啊，你还真活着。这王爷要是知道了，肯定特别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之前送您回来的那位公子是谁呀？啊，虽然他打晕了郡主，但是我看他还挺为郡主着想的，是您的心上人吧？他才不是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少佐官，小姐有消息了吗？钱塞了一堆，屁消息都没有。那怎么办啊？店里现在还有多少现银？还有10000两。给我提500两，我去趟萧金窟。听说剿匪的队伍已经出发了，我要想打听更确切的消息，估计还要塞不少钱。传消息给家里吧，这事儿不能再瞒着朱老太爷了。请朱老太爷提50万两现银到西楚州来。诺。举手，买定举手啊！来，我给你点，546。少主，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召集令全部发下去了，两日之内西楚州内的所有高手都将齐聚明月山庄。柳明月在明月山庄剩余的势力都通知了，只等少主一声令下。李夫人，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做。少主只管吩咐。买定离愁啊，哪儿一小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我就是小了。哎，这个没错啊，还真是啊，还真是啊。哎呦，这么多呀。下注下注了。买定离愁，买定离愁。这哪儿玩？下注下注，做鸭子子。快快快，下注下注。让让一下。军爷啊，什么时候把您吹来了？刚把沙匪窝给搅了。哎呦，上头赏的赏钱，闲来无事过来消遣消遣。来呀、啊！哎，两位爷，刚才说什么？您把沙匪窝给端了？啊？怎么，不相信军爷说的话？啊，不不不不不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
两位辛苦了，来来来，喝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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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不玩啊？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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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啊走啊！好好好，公子请留步。玉夫人，原来公子还记得妾身呢，妾身却不记得公子了。萧金窟的老板娘哪有人不认识？在下司马涉。司马公子赌技精湛，妾身佩服。不知公子在离开之前，可否与妾身赌一把？50万两银子一局，怎么样？玉夫人这么想跟在下赌吗？高手寂寞，难得遇到一位势均力敌的，当然想赌一把。难道公子不这么认为吗？啊，玉夫人说的是啊。但是玉夫人，在下现在确实有急事要办，不然玉夫人的赌局等在下闲了再来可好啊？好，妾身随时恭候公子大驾。告辞。哎呦，王主簿，听闻此次剿匪大获全胜，不知道是否有叫出我家小姐？杀匪窝中未找到朱小姐。没找到？东方公子，寿总管，没想到我们竟然在此处相遇啊！哼，哼，是啊，看来朱某跟东方公子的缘分，终是不浅呢。确实，不过在下今日有要事要办，无法与你叙旧，来日请寿总管吃酒。公子慢走。哎，东方公子，请留步。寿总管何事啊？东方公子，恕在下冒昧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的下落？我怎么会有她的下落？她又不是我的什么人。在下跟朱小姐在龙虎山走失了，小姐一直未归，我一直以为是马大胡子把她给绑了，但今日沙匪窝被端，可是在沙匪窝里面也没见到小姐的踪影。你这一路跟着我们，你可遇到过孙小姐啊？朱小姐走失了。哦，如果她不是被马大胡子所掳，会不会是在戈壁上出了什么意外？朱小姐不会武功，你怎么会让她走失了呢？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你真没遇见我们家小姐？你们一直躲着我，我怎么能遇到她？哎呀，我这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回朱府见老太爷啊？孙小姐让我弄丢了。你还好意思笑吗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孙小姐如果不是为了躲你，我们能来西蜀州吗？我们不来西蜀州，孙小姐会丢吗？别怪到我头上来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想救你们家小姐，我可以考虑帮帮你。真的？就算我现在说的是假的，事到如今你还有可信之人。不对呀，东方公子最初说不知道我家小姐的下落，这才一转眼的功夫就有能帮我找到小姐了。该不会从一开始你就知道小姐的下落，故意戏弄朱某的吧？我不过是随口说说，没想到你这么容易上当了。只是现在看你哭得这么滑稽，本公子心情好了，这个仇算了。
他呢，不是被沙匪掳走的，而是被一个采花贼给掳走的。你想让我救你们家小姐可以，但你得写份委托书。你们家小姐现在被我逼得跟贼似的，就算我救了她，恐怕她也不愿意跟我走。东方公子又在骗我了，如果是采花贼掳走了我家小姐，你能不去救她？你跟我说，我们家小姐是不是在你手上？你想多了。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救她呢？她一直不肯嫁给我，凭什么本公子就一定要耐着性子追她呢？那你现在又为什么愿意帮我找小姐了呢？因为我把她当做一门生意，在商言商，想要我去救她，你可得付酬劳的。好，东方公子只要肯出手相救，银两不是问题。爽快。但是本公子出马，这价钱可不便宜哦。东方公子开价便是。这是多少啊？100万两。付不起就算了，反正她是朱府的小姐，朱府一定会想尽办法救她的命，犯不着本公子为她四处奔波卖命。只是不知道她被采花贼掳走的这几天啊，哇，会不会早就被卖进青楼了？东方公子，请稍等。100万两，就100万两。哼，但我朱某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我找公子帮忙，是因为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但如果你失信，就不回损小姐。别说这100万两你拿不到，到时候我朱某还会给你拼上性命。只要朱朱完好无损的回来，朱府付东方时现银100万两，绝不食言。否则朱寿自断一手。但若东方时未救出朱朱，东方时需自断一手，不可食言。朱寿，看来你不只有肉，还长些脑子。这下我非得去救朱朱不可了。那你敢不敢花呀？有何不敢？想要我救人，酬劳得先付一半。东方公子请放心，明日我定会把50万两定银送到你府上去，还请东方公子速速救我家小姐。先给钱再说。既然东方公子执意今日就要50万两定银，那请东方公子跟我来吧。周丫头，你想还银子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郡主，郡主。您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朱府，在西楚州开设的店铺。我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消息了，朱寿他们肯定急死了。不是，您怎么又跟朱府扯上关系了？哎，一言难尽，有空我再告诉你吧。啊，哎，郡主，少爷吩咐过了，您呀就在这好好休养，有什么事儿交给我小六。也行，那你去朱府的丝绸铺，帮我告诉朱寿，说小姐我回来了，让他来找我。明白，我这就去通知。小六，哎，柳青武怎么会在这儿？长青在里面吗？我想见他。柳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附近只有这一个驿站，我一直在等长青，我想要见他。柳姑娘。长青。陈玉，怎么回事？郡王已无性命之忧，而且郡王服了药，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。这次你们没骗我吧？属下不敢。她不是我父王的女儿，所以我们不是兄妹。小六，立刻把柳青梧抓去官府。柳明月是沙匪的首领，明月山庄跟沙匪肯定有勾结，让他们好好查查明月山庄，里头
肯定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郡主啊，柳姑娘现在是少爷的朋友。我早已窃暗投明，是长卿的人了。明月山庄也是为长卿所用，是柳明月与沙匪勾结，不是我。小六，这个女人不是王爷的女儿，根本就不是郡主，你们都被她骗了。啊？我不是，难道你是？朱姑娘，前几日我们在沙漠遇见，你还跟我说你是朱府的孙小姐，只是和郡主长得很相像而已。今日你趁着长卿昏迷不醒之际冒充郡主，你有什么企图？我既是朱府的孙小姐，也是郡主，前几日不过是不方便告诉你罢了。我不信你有阴谋。柳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们快把她抓了关起来，我怕她会谋害长卿。柳姑娘你多虑了，郡王昏迷前一再叮嘱要保护好郡主。是是是，长卿一定是被他蛊惑了，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。好一张伶牙俐齿颠倒黑白的嘴啊，我看你是想趁陈玉还没醒把我赶走，或是把我杀了吧。告诉你，本小姐没那么容易死。你们真的相信人死那么容易复生吗？他就是个妖孽，现在不除掉以后后患无穷。秦王，别闹了。少爷，你回明月山庄吧，我在客栈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们以后别合作了，从此再无任何瓜葛。你走吧。回明月山庄。诺。救！救！救！我不亲，我一定会让你再死一次。小秋林，他扔过去了吗？已让所有暗卫都去了。很好，这里没你们俩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还有，以后只能说朱小姐，不许提郡主一事。诺。哎，小六，记得去朱府绸缎铺通知朱寿。郡主，啊，朱姑娘放心，我这就去通知。哎，韩统领，这郡主怎么就突然变成朱姑娘了？啊，我知道了，难道是王爷当年认错了女儿？怪不得少爷当年……闭嘴！你还嫌你这张嘴闯祸不够多吗？还不赶紧帮郡主说话去！哎，陪我躺一会儿。嗯，我为什么要陪你躺着？我又不是柳青梧。还在吃醋啊？啊，我刚才不是把柳青梧都赶走了吗？刚刚小六这么替他说话，可见在我来之前你们的关系不一般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扯到伤口了？拿拿拿，这别动，让我再多泡一会儿。你装的吧？怎么可能，是真的。
你今天真好看。切，花言巧语。还疼不疼啊？请问朱寿在吗？少爷，朱小姐，朱府的人来了。进来吧，请。参见郡王。免礼。谢郡王。朱寿呢？回孙小姐，寿总管去了萧金窟，今天他和萧金窟的玉夫人有一场赌局。赌局？寿总管和我失散，他不是应该想办法到处寻我吗？怎么会跟人有赌局呢？小的也不太清楚。今天下午，寿总管急急忙忙地跑来说，要柜上所有的现银，还要100万两，我们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银。寿总管就说他自己想办法。小的不放心，于是根据查探，寿总管好像想跟玉夫人赌赚这100万两银子。100万两，他肯定是中计了。小六，快去备马车，我得去萧金库一趟。诺，请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在这好好休养。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可是你的身体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哎，你们走，哎，慢走啊，走哥，哎，慢走啊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这一两赌方是东方家的产业，而这萧金窟跟一两赌方的感觉好像啊。该不会跟东方石有关吧？如果是，那就麻烦了，朱寿肯定中圈套了。二位可是初次来，我们找东方石，他在哪？二位原来是找人的。萧金窟杜绝寻仇滋事，所以定下规矩，前来寻人者一律回绝，还请二位见谅，恕奴婢不方便替二位找人。我们参见靖王爷。本王只是来寻人的，你们继续。起来吧。奴婢这就去请玉夫人前来见靖王。不用了，带我过去找他。诺。郡王爷可真威风啊，看来带个王爷在身边还是有用的。司马公子，我已经领先你6个点数了，还有最后一把，还要比吗？哼，朱少，看来你给不了我50万两，还得再给赌方50万两了。玉夫人，靖王殿下要在赌方内找一位东方公子。哎呀，小姐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！你去哪儿了？有没有怎么样啊？身体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但你肯定被人骗了。我。长青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走路了。我看你伤得不轻，以为你会卧床几天呢。让东方公子失望了。我是有点失望，我东方氏从小到大没被人这么耍过。你和朱姑娘挺有默契的，在我面前演一副出相识的模样。哼。
我居然还相信了。我和朱姑娘的确是刚刚认识，只不过朱姑娘很像我的一位故人，所以我对她一见倾心。至于朱姑娘，我对公子也是一见如故。哦，我算是看懂了。东方公子，原来你早就见过我们家小姐，也知道我们家小姐跟郡王在一起，却骗我说我们家小姐被采花大盗掳走了，让我又担心又害怕，才签下了那一张100万两银子的契约。朱寿，你这话可不对，明明是你来求我的。还不止如此，我看今天这个赌局也是他筹划的。我听掌柜的说，你在萧金窟豪赌的时候我还不明白，如今看到东方石出现在这萧金窟的厢房里，我就更能确定这里和一两赌坊都是你们东方家的吧。一两赌坊跟萧金窟都是你们家的？不错，都是我东方家的产业。玉夫人，照这样说，你应该很早就得到了东方石的命令，来跟我豪赌这一局吧。因我进这个圈套，这是要吃定我。公子说了，朱总管在一两赌坊赚了50万两，公子不喜朱府赚自家银两，所以妾身就请朱总管再赌一局，再赢点回来。那我不赌了。想不到堂堂朱府竟然连50万两都输不起啊。不过朱总管，赌局已经开了，你要是不赌也要付给我50万两。你朱寿啊，你到底跟他们签了什么协议啊？我又不是你救出来的，这协议不算。朱丫头，你说这话可真没有良心啊。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沙匪窝救出来，这么快就忘记了？谁能证明是你救的我呢？还有，你怎么不说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被沙匪抓呢？好，那你仔细看看这个委托书，上面可没有说一定是要我救你出来才行。就算你不承认是我救了你，只要你成功的从匪徒手中逃出来，完好无损回来便可。你真是不要脸。小姐，我也是一时心急才糊里糊涂上了他的当啊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才签这个约书的。不过什么叫完好无损的回来呢？这丫头，你身上可有伤？没有啊。那就是完好无损的回来了。可我已非完璧之身，也叫完好无损吗？你还好吧，公子？完璧之身，那就煞费动了你。冷静点。哎，老实说吧，在沙漠遇见你们之前，我已经先被莲漪克劫了。他把我……朱姑娘，这话不能乱说，女子的名节最为重要。不过你若真的和莲漪克有了什么，我好歹也是东平郡王，我会替你做主的。怎么做主呀？朱丫头，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相信吗？玉夫人，把他们轰出去。诺公子。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就是问问嘛，什么叫完好无损？哎，本来呢我是想跟了莲漪克，可是他在外面沾花惹草，我可得再考虑考虑。哎呀，看来你就是完好无损的回来了。朱寿，你现在就得给我100万两，否则自断一臂。我选择自断一臂。好。说什么呢？这钱我替他还了。东平郡王果然是财大气粗啊。虽然我不在意这么一点小钱，不过既然你想当英雄，这个钱我就收下来。不过朱寿，你别忘了，
除了这100万两，你还欠赌方50万两。什么欠你们赌方50万两？又不是不赌了。朱叔，跟他赌。你不是号称赌遍江南无敌手吗？我还不信就会输了他。这我嗯，怎么了？难不成你已经输了？差不多已经输了。什么差不多？输就输，赢就是赢啊！哎呀，我跟玉夫人摇骰子大吃小，一共5局，现在还有1局，但是玉夫人已经领先我6个点输了。不就是甩个骰子而已嘛，怎么会输了呢？难道你们出千？这骰子可是我们共同验过的。萧金窟在西楚州经营了10几年。我们如果靠出千赚钱，那我们何必开呢？小姐，你不知道，这个骰子不是一般的骰子，是我跟玉夫人先砸出裂缝之后，增加了摇骰的难度，然后再比大小。我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忙出府上上下下的事情，手艺有点生疏，结果一不小心就被玉夫人领先了6分。那就是还有机会了。不是，还有。玉夫人，我们家小姐说了，既然赌嘛，我们就赌大一点好了。嗯，不然我们赢你们50万两，还要还你们100万两，很麻烦。不然，我们就赌100万两，可好啊？